请问你们背得出对方的生日吗？三二一，请作答。要西元吗？要西元吗？还是几月几号？公元也可以啊，西元、东元都可以。几月几号应该就可以了？几月几号？好，请张开眼睛。请张开眼睛。哒哒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今天硕汉知道东贤的生日。硕汉回答。我知道啊，他是二月二十四。哦，对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啊，对啊，有点伤心哦。但东贤不知道，这对 CP 就在一个生日就这样瓦解了。瓦解了。所以说，那而且他们价值观很近。东贤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几月？哎、欸，是一月啊，一月啊，一月吗？一月，一月。一月，尴尬了。一月吧，一月。一月吗？对啦，是跳针是一月啊，一月。因为我有帮他庆生，就是在拍摄期间的时候有帮他庆生，然后还敢讲，刚好有经过他的生日，然后帮他庆生，然后对不对？但我想说，后来我自己想说，因为就大家到最后如果就是金石。就是感情越来越浓烈的话，我觉得每天都是他的生日啊，所以不太需要特别去记。哇，这个东贤嘴好锐锐啊！网友说因为记不住生日的分手，里面有东的都算会讲话。每天都是他的生日，每天都想帮他庆祝。OK， 那所以名字里面有东的就是生日礼物。可以公布一下你的生日吗？让大家网友也记一下。1月三十。1月30，好不好？2月24跟1月30，哦，蛮近的耶。好。